沙包，青青昨天晚上剪头发了，夏天到了，比较清爽一点。记录一下那个凹凸不平的洞。我咬的这边吗？哦，对啊，记录你咬的凹凸不平。是的吗？没有啦，再一个礼拜你的头发就会长出来的。因为你头发长好快。不长吧？没有怎么样，就比较好看啊，会比较好看。大大，要长成跟你一样的。对呀。先吃晚餐。你帮我一直吹。烫吗？不烫，你帮我吹。好。今天吃汤面，里面很多料哦。搅拌。好了，差不多了。好了，过来吃饭了啦，吃面。
睡觉了。不要，那个棒子你要带去公司吗？有啊，你没看到不见了，带去公司玩了。你不是要我可以跟他玩的吗？对。好啊，我就把他想成是你，然后我再在公司跟他玩。君君，你明天要干嘛？礼拜五了。白鹿班的哥哥姐姐的家里的教室啦，是家里啦。白鹿班的哥哥姐姐们的教室啦，家里是吗？是。那别人会来你家吗？会呀。你想邀请谁来你家？邀请我学校的男生。好啊。彩虹班的，我喜欢女生好了。女生啊。那个彩虹班的啊，我请彩虹班的老师到了。好啊，也可以啊。嗯，好了，香香要睡觉了。我们的好了。好啊。那老师一个最新。君君，不要用那个。一个最新的老师。好，叫什么名字？嗯，是啊，最新的。我想一下。香君晚安。嗯，李叔老师好了，李叔老师。打个客服，谢谢大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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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